我扫一下吧。哎，别动！没事的。太多了吧？这就是你说的随便做做啊？我把能做的都给做了，一不小心做多了，吃吧，别凉了。这玩意怎么了？这不是我以前用的呀。嗯。碗我给换了，不光碗，盘子、筷子、菜刀、案板、炒锅我都给换了，还有你原来那个消毒柜，我把它换成带消毒功能的洗碗机。为什么呢？用着不顺手啊。带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的滋长。哪来什么细菌的滋生啊？你这就是职业病。桌子，还有这椅子，你不能。吃吧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没事，就是没放稳。我扫一下吧。哎，别动！没事的，就是划伤了而已。乖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好了。